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救星来了，全台不少地区体感飙破40度，这时候来上一碗雪花冰是消暑的最佳选择。你好，送餐。彰化这家创意冰品种类多达42种，每天都热卖200碗以上。雪花冰是由西瓜冰砖手工制成，再加上哈密瓜跟西瓜两款新鲜水果铺在上方，这款呱呱双响，光看就觉得凉快不少，非常的消暑有解腻的感觉。现在外面天气太热了。销售前三名的还有这款忙着可爱，一碗200元，满满的新鲜芒果，再加上炼乳，最对味。夏天来上一口，体感温度骤降。这个奶味好浓哦，感觉牛都牵到我旁边来了。特殊冰品则是有这碗油条雪花冰，有豆乳跟杏仁两种基底，豆乳香气浓郁又顺口，搭配玉米片跟酥脆油条，一点都不突兀。豆浆配的吗？豆浆配油条。彰化有创意冰品，同样在中部，台中则是有另类的饮料喝到饱。你要喝什么呢？我要可乐，谢谢。台中这间店开在一中街美食一级战区，主打自带环保杯，饮料就帮你装满。开幕没几天，我来2次了吧，本次今第2次，昨天来下班了。民众拿出各式各样的水壶，有的一次就是4公升起跳，一整天都喝不完。业者的 SOP 是先装冰块，接着饮料满到瓶口。5800cc 的保温杯，我们是不管你拿多大保温杯，我们都会帮你装。不论容量，饮料装满是26元到28元不等，比外面超商或是餐厅还便宜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民众不管是吃冰或是喝饮料消暑，让体内降温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苏泰盈、许佑翔，彰化台中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